今集系四哥麻甩仔嘅战争，佢哋将会分成两队上擂台进行三局嘅拳脚赛，边队输咗就要接受大惩罚啦！第一个游戏就叫做由头扑到脚，好好名，好名，好名啊！你哋用斗鸡嘅方式去撞啲对手，即系呢咁样，哎呢呢个点撞啊？你都系输俾佢，佢重啊，虚啊，会攰噶，你唔会嘅 ，OK， 你想唔想出镜先？我出紧噶啦，有冇问题？因为今日冇咗女仔嘅，佢哋见到你哋玩呢啲就唔想嚟，得啦，平翻脚啦。咁咧，陣間嘅規則就係你哋可以用腳或者用膊頭或者手臂呢啲位置去擔對方跌低。OK， 唔可以用心口同背脊，亦都唔可以用手推跌對方或者撳住自己隊友借力都唔得。OK， OK。但係如果你挨到呢啲邊線繩咧，你係可以翻轉頭嘅。Are you ready for this？ 3、2、1 ，Go！话说红组一早就已经倾好咗策略，决定夹攻望落比较奀嘅 Eden 先。之但系肥肠一个单挡就将 Jeffrey 隔开咗，睇嚟战略失败喎红组。而暂时两组都仲系试探紧对手，攻势都未系好入肉。呢个时候红组就再接再厉，见到嘉琪好似有所动静。该佢咪？哎，出手推人啊！再嚟多下添啊！哈，你真系当拳正盲噶。咦，呢个时候 Eden 好似有啲问题。睇翻慢镜先 ，Jeffrey 呢下担膊头真系担得靓啊 ！Eden 冇事，哇，冇事咩？松个手啫。几下肉搏之后 ，Eden 杀出重围，叫队友去撞 Jeffrey。不过肥肠就一于小李，自制中场休息。Eden， 你老虎蟹都要顶住啊！喂，你唔攻啊？咁我攻啦！见到嘉琪同 Jeffrey 一齐夹击 Eden 啊！哇，佢松晒手啊！Eden 收得唔得？你送咗太多次啦，好啦，即系史腾翻，肥肠，肥肠落线，肥肠落线，你做咩啊？我都冇话暂停。个情况真系七国咁乱啊！拳正啱啱先封咗 Eden， 而家肥肠你竟然喺度放弃人生？之前你讲嘢，梗系停噶啦。冇话我冇，我哋冇落噶嚟噶。我话 Eden 封啫嘛，我都冇话你封。真系冇力啦，因为好攰啊，借口嚟噶嗰啲啦。松手得唔得？我真系冇力啦，翻脚又得添。经过一轮厮杀同混战之后咧，结果咧最终结果就出咗嚟啦。头先咧喺斗鸡嗰个环节里面咧，男队嘅肥肠系无端端因为 Eden 输咗咧，佢系自己喺度摊头，所以第一个回合红队赢。加少少啫，扎色扎得好嘅我哋。跟住落嚟就进行呢个扎色嘅环节，咁啊赢咗个组咧就可以扎一粒高点数嘅色，四五六。因为输咗咗系一二三，你嘅付出系多好多嘅。好嚟。六啊！哇，六啊！哇！啊！六点！哇！我覺得 Eden 應該至少有一嘅，至少有一啊！我二都好喎，好一二好開心。第一回合你所得到嘅點數係六對二，揸個六啊，搞錯啊！唔緊要，仲有一追，下一 round 繼續。好，好。面前咧就系你哋嘅兵器库啦，有成七件咁多啊，系咪任拣先？你就想啊，阵间一人抽一件，睇运气啦。我要发包，我要一，咁我哋就做个简单而隆重嘅抽奖仪式。嗱，唔准睇噶。喂喂喂喂喂，我摸到系一，劲啊！哇 ，yes， 叻仔。喂，呢个我可以乱咁揈喎，系嘛？哇！贏緊啊！六喎，六喎，近六啊！咁啊，未請抽七啦，七號，七號，七號，二啊，二，哇！鹹魚條魚你，鹹魚發曬嘅時候到啦，我哋鹹魚都係有味嘅，好大陣味喎。喺限時之內，攻方會用耍盲雞嘅方式進攻，而對手就會踩住。左闪右避，所以一听到哔哔声就立住架餐，起势向目标发发发发就啱噶啦。
原地轉你五個圈先啦。好。三二一，開始。起點式搜索。我撞到公婆咗。甩咗個武器添，冇聲嘅佢又。好，好近啊！好近啊！我超乸驚，你知唔知我即刻叫佢踩啊？如果唔係你真係中我，佢後尾醒啊！男隊第一局失敗嘅，紅隊防守成功。跟住到肥腸上場，嚟俾翻個架撐你先。Go！ 好 ，Jeffrey out。整聲，嘉琪要起身啊！好，嘉琪有。真係好難玩，真係好難玩，真心。咁咧，跟住就到紅隊呢邊進攻噶啦喎。OK， 咁而家轉你五個圈，企穩。個個都跌幾位。OK， 大明，預備 ，Go！喂，sorry， 有冇人俾我？俾翻你。好，肥腸 out。伊藤要起身，伊藤要起身。哦，好，喂，停啊，停啊！喂，伊藤有冇事？好頭啊你！爆個頭啊！你有冇事啊？你看好啦，頭先你嘅隊友阿 Jeffrey 咧，做咩你？我阿 Jeffrey 咧，做咩你？冇啊！你冇打到我啊！練習下啫嘛，嚟啊！好嘅，咁我哋一分鐘時間咧，佢剩翻五秒鐘咧就 KO 埋 Eden， 仲要爆頭添。呢 round 要點做啊？食粥食飯睇你啦 ，OK？ 好 OK。好啦，轉你五個圈先 ，Go！ 高咯，差唔多要落翻嚟，落翻嚟。為什麼沒有聲音的？為什麼可以沒有聲音的？喂喂，沒有聲音喔，他們是不是在裡面的？他們是不是在裡面的？ Eden out。 在裡面的。啊？夠鐘，得得得，都打得一個喎，好讓啊你！乜嘢啊？咁要讓佢哋啊嘛！佢跳上嚟啊！係咯，我都估到係跳上去啊！呢一個遊戲咧係三比二，紅隊三，藍隊二，紅隊獲勝。叻仔啊！好啦，咁我哋而家進行呢個簡單而隆重嘅擲色儀式。我哋今日得三個 game 㗎咋？係，我 feel 到呢條友應該係擲六啊！唔好咁講啦。嗱，計完數未啊？計完啦，嚟啊！我陪佢啦，嚟啊！完咗，到肥腸啦！我哋五啊，肥腸二，完咗二，究竟
竟仲有冇得追咧？冇啦，已經睇埋第三個 game 就知啦。本來紅藍兩組都係睇得唔打得嘅，不過紅組呢班古惑仔靠住策略，成功將比數拉開到11-4，即係話藍組已經被徹底 KO。下一鋪就算摘到六都無補於事啦。但係為咗節目效果，俾啲掙扎 OK。嗱，即係咁樣嘅，大家都為咗個節目好嘅啫，咁就為咗刺激少少咧，不如咧呢鋪贏咗嘅咧，就可以同時摘細個粒色同埋大個粒色，因為我哋而家唯一贏嘅機會率咧就係，首先我哋贏咗呢個遊戲，我哋細個粒色咧要摘到3啦，係啦，大粒色要摘到6啦，係啦，你哋仲要同時，你哋摘到一啦。咁我就輸啦！有四個 condition， 我哋要滿足曬，先有機會。啱嘅，啱。所以其實真係好難，即係對你哋始終唔公平。所以咧，阿肥腸咧就會每人揞翻500俾大家嘅。OK， 我都合理。OK， 好啦，傾掂咗啦嘛，而家。係啊，好啦，加油。Are you ready for this？ 呢個遊戲咧就叫做快打拳風啦。哇，好型喎！咁咧就係分為打拳啦，同埋猜字兩個 element 嘅。個拳套上面咧係有文字嘅，咁你哋咧就要喺佢哋打拳嘅時候睇到係咩字，然之後快噏出嚟。咁掟一次先啦。好啊，你點睇啊？黐線啊！三兩，唔係啊！你問咩啊？你問三兩，三心兩意。啱，限時之內就會答得鬥多，同埋咧我啲題目咧係冇 pass 嘅，你哋估唔到一直要繼續落去。我覺得難唔難有啲成，對於中文字嚟講係有啲。我唔知道你嘅程度覺得難唔難，佢就係佢唔識會翻數會字咯，有幾難啫？你兩隻字，我兩隻字，因為咧要識嗰個字，你先噏到嗰個咩字啊嘛。小倉鼠，喂番薯，喂番薯，喂番薯。所以你一定要噏得中嗰隻中文字係乜嘢？佢諗知你都要講得啱嗰隻字咯。係啦，即係你唔能夠講個喂字同個會字比錯咗我。揮拳時間實喐2分鐘，3、2、1，Go！睇唔到，喂！你佢唔好扭，唔好扭。冇關係啊，我向前得噶啦。我睇到有錢。虎背紅腰，虎背紅腰。嗱，張紙，攞張紙。虎背紅腰講咗啦。喂，你咁勁用咩啫？啊，有讀書嗰人有讀書啊。係啊，咁勁快 OK 噶啦，短啲，唔好伸咯。啱啊，勁快啱噶啦。話你慢啊。嘉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OK。第二題，預備，3、2、1，Go。C A 啊 ，C 同 A。佢睇到啦，已經係睇到啦，已經。咪係咯，睇到啦。好。你是 C A 啊 ？I T T I C A T A C 幾熱？喂，做乜停啊？未打中啊！你個龜，你真係 C A？ C Y C Y， 快唔係喎？你睇到啲 C Y C Y confirm C Y I T C Y 啊？咁即係咩字先得㗎？字啊！拼埋個英文單詞出嚟啊！唔該。I T City City 睇啊！換題目，流力啦！佢哋知道曬啲字就流力。第三題預備開始。地 I 一地。咁咩啊？一地一敗塗地，啱。第四題預備，3、2、1，開始。K I 傾，啱。喂，哇，好勁喎！第五題預備，開始。喂咩啊？一二一三，一二定一三，一三死啦！一箭三雕，唔係喎。一箭三雕，一咩三咩咩字啊？波字有個波，一波三折啊！我想問你邊間中學㗎？我最後啱咪得咯。啊，轉唔轉啊？而家係咪轉位你哋？係啊。OK。轉位啊！第六條題目，預備，3、2、1，開始。M L 唔係喎 ，M N M K。太字都有。雕啊！字典啊，新朵，小心啊！你嗰啲魔咒好勁，你一話簡單就出事啊！好難啊！好啦，態度正確，好困難啊！第七題預備，3、2、1，Go！ 心後急，唔知乜急，心急啊！心急如焚，錯，圓喎，心字都成日見到，心圓秒啊，二馬十啱，字典，新題目，第八題預備，3、2、1，Go！ B I N I 唔係喎 ，N I N I 睇唔到啊！黐眼，呢個完全睇唔到，十秒啊！咩字？你有咩？九中有咩啊 ？Yes N I 咯 ，N I 啊！好啦，想知係咩題目？快者睇播出，係咪好想知咧？播緊我都唔講啊！上網睇重温啦，逐格撳停嚟睇一笨，賺啲英文唔識啊，冇得 pass 噶喎。
我哋唔好扮唔識，我哋要識。但你估唔到，你都係唔識㗎。我驚我隊友係咁扮識啊。咁點會有驚咧？你唔識咧就完㗎啦。講嘅每一隻字都要啱音啊！即係你唔好會啊，讀咗胃啊！佢又啱啱又冇有呢啲提示，你哋有機會讀錯嘛？嗱，已經私人醒啦，我私人醒啦。喂，而家係佢俾多咗貼士你。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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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啦，三二一 ，Go！ 短短小精鋼，未啱，唔係短小精鋼咩？我提咗你噶啦，一開始。嚇！誒，而家香港短小精鋼，休息。咩嚟啊？你睇到咩兩隻字啊？我就係睇到短咋。嗰隻字唔係咁讀㗎。啊，係嘅咩？嚇，唔係嘅咩？好，哇！呢度埋位開始。短小，我短小精鋼。啱。嗰個唔係鋼字，可唔可以望下？喂，哦，喂，你同我妹一樣喎。唔係啊，而家隻字我睇唔到啊。如果嗰隻係鋼字，我就讀個鋼字；如果係漢字，我就讀個漢字。唔係啊。第二題，三二一 ，Go！ T B D R B R B R B 咩話 ？D R B D R B 唔係你嗰兩隻咩字啊？我就睇到 D 咋，好攰。喂，睇到 D 啊 ？D I D I D I R B D I R 好，休息。你睇到 D 同 I 啊 ？D I D I 我睇到 R 同 B， 我啱啊，叻仔。因為我個 B 就係大家嘅，我想問大世界真係咁重要？大家係第一個字啊！大家係代表第一個字啊，佢啱㗎。你真係覺得我哋唔會喺第三個字做大家？冇理由咁加矛㗎嘛！你哋啱啱對佢都冇咁做。先睇咗兩盤喎，我哋冇留意過大家呢個字。第三題預備，三二一 ，Go！ B 必勝個 B， 驕兵必敗，啱。叻啦，而家估到啦，廿蚊廿冇啦。喂，喂 ，Eden 都幾矛嘅，你睇真啲喎。第四題，預備，三二一 ，Go！ A M 咁大雞係咪？喂喂，大佬啊！冇啊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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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 W A H W， 仲有呢個咩字啊 ？A H， 你係咩啊？估到啦。W 啊 ？W 咩啊？睇唔到啊！咩睇唔到啊？咁睇唔到我都唔想啊！佢嗰隻手 A H W。A H 好，埋位繼續，你快睇啦 ！A H 我呢度一定係。阿 Ethan， 你個拳揮得好啲啊 ！T 啊 ，W A T H， 喂 ，W T 喂 ，W A T H 係咪啊？四隻字啊嘛，係嘛？我係 W 同 H 啊，喂 ！Ethan， 你唔可以停啊！呢只大街啊 ！W T 我係 W T 啊，你唔係 A H 啊？休息。啊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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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唉，頂！咁我唔識英文，好出奇咩啊？係攰啊！我嘉琪，我覺得會輸喎，你咁樣。冇計，我英文我真係唔叻啊！賺中文喎，係中文我 OK 嘅。你五秒俾個答案我。第五題，預備，開始。B， 口飛，口是心非。啱，勁啊！有料，你真係有料。乜嘢啊 ？B 乜嘢啊？咩 B 啊？口是心非點解個心心？你又 beat 我？唔係㗎，佢會答呢啲好正常啊。我知，喂勁喎你。嗱呢條，嗱呢條俾十五秒。呢條嗌啊！喂，而家讚我啊！啱啱係咁雷我，叫我第六題錯喎。第六題，預備，三二一 ，Go！ R O 快喂喂，犯規喎，你係咁快啊？俾我嘅對住嘅 R O 啊！我睇唔到啊，佢手唔係俾我睇 E 啊。睇到個 E 字咋 ？Zero， 啱，係叻仔，叻仔，埋位埋位，仲有機，仲有機，第七題。等先，我真係想講，你要捉一捉佢，因為佢真係好矛，有矛㗎，佢有樣。工作人員，佢有冇犯規？係啊，打高。喂，高頭先 Jeffrey 都高㗎。Jeffrey 打 ，Jeffrey 向頂向頂向入打添啊！嘉琪，有啲現實嘅缺陷，我哋要接受嘅。係，係嘅，咁嚟咯。好，第七題，預備，三二一 ，Go！佢完全都唔會俾我睇到，佢遮曬下面喎。有心有力，有心有力。哦，佢完全冇俾我睇到啊！我想講。咁樣打嘅喎，工作人員佢冇犯規。得喎，呢度冇犯規啊！我真係冇啊，張長邊。咁樣喎，可以噶。唱詞噶。唉，唔公平，根本成日遊戲唔公平，你哋。
根據你哋賽前嘅台面交易啦，就係贏咗嗰隊可以擲兩粒色嘅 ，OK， 咁啊輸咗嗰隊只可以擲細呢粒色嘅 ，OK， 我為求呢個緊張刺激嘅關係咧，就阿 Jeffrey 你擲咗細粒色先，擲個一，哇，唔驚，佢哋唔係六同三，四個 condition， 我哋仲有兩個啦，好驚啊，究竟佢哋唔係六噶，佢哋唔會係六噶，仲係先生，我嚟咯喎，俾個四佢算啦。四四 ，yes。三，点啊？点解你唔跌样先？惊啊！三，我都紧张而家。李晨。醒，呢個一嚟啊！好醒啊嗱，一，你係一嚟啊！你永遠都係住個一啦。對唔住 ，Jamie， 哦，又輸，終於可以守成分啦！咁啊，陣間咧就麻煩你哋咧，其中一位咧落去旺角街頭嗰度咧，一個一路跑，一路揮拳，一路嗌。另一個咧就對住一間知名嘅健身中心下面，然後揾五位途人同你一齊嗌，俾啲掌聲啊！靚仔靚仔，得唔得閒啊？同我一齊嗌聲好唔好啊？可唔可以幫我個忙啊，婆婆？一齊大聲嗌，俾啲掌聲啊！咪啲人哋疏我。婆婆婆婆唔肯啊！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嗌聲，俾啲掌聲啊？好啊，準備同我一齊嚟，一二三，一二三。俾啲掙扎 ，help me，OK， 四四，俾啲掙扎，俾啲掙扎，呀呀呀呀呀 ，you got it， 俾啲掙扎，係啦，俾啲掙扎，唔大聲，俾啲掙扎，要咁樣嘅 ，OK， 好冇，靠你啦，我唔係波仔，我唔係波仔，一二三，俾啲掙扎，係，好，唔該曬你，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